侯佩岑超美出席品牌活动，出席之前刚和霍建华合作电影，马上透露他私下的小贴心。对戏的时候压力大，然后我很紧张，所以他会，比如说有吃东西的时候，他就会赶快叫我佩岑赶快吃，因为他知道我吃的时候就会比较放松。其实他跟心如也有陪我一起去，就是我们一起去戏院看了戏。心如一直跟我说，你要去到大荧幕，你才可以感受到那个不一样的氛围。这样。而这次在剧中一开始居然使出娃娃音来勾引华哥，这样是可以的吗？他就是要有一个20出头岁的声音，希望可以营造出年轻一点，就没想到听出来变娃娃音。这样应该有成功吧？这样算有年轻人。这老公早就会这样子，都嘛是很恶心，偶尔也要嘛，偶尔一下下可以啦。他只有说演戏不容易，我觉得背后意思就是不容易。老公这背后含义，看来要好好了解一下了。